明白法轮功真相，不再浸泡中共毒液中。中国的80后都熟知动画片《葫芦娃》，剧中六娃要搭救被蛇精和蝎子精掳去并培养在毒液中的七娃的时候，七娃不知道六娃是他哥哥，俨然一副仇人相见的架势，可见七娃对蛇精和蝎子精是很感恩的。不过大家一看就知道，不但不该感恩，应该把这两妖精消灭掉才是。可是当哥哥把真相告诉弟弟之后，弟弟一开始不相信，并视他为仇人，直到不断地把真相告诉弟弟，并善意地解释给他听的时候，弟弟才慢慢地明白了真相。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中，就有很多这种不明真相的人。当有人告诉他法轮功真相的时候，有的充耳不闻，有的甚至破口大骂。通过葫芦娃故事给我们的启示，你可以用理性分析分析法轮功真相，他们告诉你的天灭中共是不是真的，告诉你的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是为什么。其实现在的中国人不也像葫芦娃中被浸泡在毒液中的七娃一样吗？被浸泡在中共的谎言与暴力的毒液中却不自知呀。中共不仅仅是毁了中国5000年文明，更强害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。从建政初期就用各种手段、各种运动，毫无顾忌地杀害中国人，三反、五反、右反、土改、文革、六四学运，到迫害法轮功修炼人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被害死的人数多达8000多万。这8000多万人中，可能就有你的亲戚、朋友、同学、老师、邻居等。中国古典神话《封神榜》中，苏妲己怂恿商纣逼着丞相比干剖腹挖心，又将一位待产孕妇剖腹验子。每每看到此处，总让读者怒不可遏。岂不知那苏妲己与商纣，相较于现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，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。《封神榜》中，暴政意味着商朝的灭亡，而中共执政的这几十年所实行的暴政，比起商纣时期又岂止百倍？所以天灭中共绝非虚言。法轮功修炼者跟你说的三退保平安是真的，跟你说的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也是真的。曾经感恩中共的那些人，你还感恩他吗？想更系统地了解中共，希望大家找一本《九评共产党》看一看。这本书全面细致地讲述了中共的本质，希望大家能明白真相，脱离中共，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。